请看，华落亭长行第三句，变化力光明天王得不灭一切众生痴暗心，令智慧圆满协同。他得的这个法门非常殊胜，实在呢也证实说我们现前修学的状况。我们愚痴迷惑，怎么能够将它断灭？自信本具的智慧如何能够现前？天王在此地给我们提示一些讯息。迷雾就像明暗一样，这个暗来了啊，明就去了；明来了啊，暗也去了。古德有个比喻说：“千年暗室，一盏灯就能够照明。”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痴迷并不可怕，无量界来的迷惑颠倒，这个真正修行人也不在意，关键是要觉悟，只要觉悟，无量界的痴迷都能够断灭。马明菩萨告诉我们，这本觉本有，本觉是智慧，本有，不觉本无，不觉就是此地讲的痴慢，本来没有。我们从这个开示里面要建立信心，本有的决定可以恢复，本来没有的一定可以断灭。信心从这个地方建立。我们今天修学功夫不得力，说个老实话，根本的原因是在信心不足。不但净土宗把这个信摆在第一位，心愿行三字样，一切大小乘佛法都是把信排在第一。华严经大智度论上都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道是修行正果根源，就是信啊。诸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功德都从信心里面生出来的，所以称之为功德之母。母是能生的意思。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事实真相要了解，
为什么过去诸佛菩萨修行正果了，成就了，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不得力真正的因素，信心没有建立起来。信心何以不能够建立呢？对于事实真相不清楚。没有相当的认识，所以对自己没有信心。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跟我们讲心愿心，信他说了六个，第一个就信字，这一条是关键。如果对于自己没有信心，其他有信心的都不管用啊。最重要是对自己有信心，然后再信他。他欧耶大师指的就是世尊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才相信他了，这个信他才管用啊。这个信才算是正信，是真信。如果对自己没有信心，信他依靠他，这是迷信。世间的宗教没有自信，完全信神，一切仰赖神，由神做主，这个没有自信的，所以称它做宗教。佛法跟宗教不一样的，佛法是建立在自信心的基础上，由自信然后再信他，这才讲到信事信理。信因信果。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丧失了自信心，殊胜的成就就谈不上。纵有成就，也不过是六道里面的福报而已，不能够成就功德，不能够了生死脱三界。那么灭除一切众生痴暗心要用什么方法？这个方法多了，在佛法里面讲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灭惑生知的方法。可是这些方法当中，对我们自己来修学就又难又易，不是方法又难易，是我们自己的根性有甚劣不同。我们的根性不殊胜的，所以有些法门呢，我们修学就比较困难，有些方法就比较容易。但是无量法门归结到最后，就是戒定慧三学。所以诸位要晓得，持戒绝不单纯是一个持戒，持戒里面有高度的智慧，
有真正的自信，持戒才能够得法喜充满，才能够得清凉自在。如果持戒没有高度智慧，那个持戒是约束自己，勉强的把自己烦恼习气压住，这个做法实在讲还是有限度的，所谓是有包火点的。到控制不住的时候，烦恼就爆发了，那就更不可收拾了。所以他必须有高度的智慧，他有真实的认知，知道持戒是信德的流露，持戒是自然的相应，他就会做得很自在了。应戒的定，定能伏烦恼，能够伏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对于痴暗呢，定没有办法。痴暗是无明烦恼，但是定能开慧，慧破无明，所以没有禅定怎么能破愚痴迷惑？慧从哪里来的呢？慧从定来。这个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啊。这个总纲领在《无量寿经》经题上就明白为我们显示出来了。古时候无论是宗门教下都讲求啊，从根本修，都希望把修行的纲领抓到。希望是希望，几个人真正抓到了？凡是抓到了都成佛作主，他们在一生当中大功告成。凡是修行不能成就的没抓到啊。在一切经里面，无量寿经确实是最好的一部经典，对我们根性来讲啊，因为它的纲领就在经题上，经题上教我们修学的清净平等觉，清净是戒学，平等是定学，觉是慧学。你看戒定慧三学圆满具足，清净是身宝，平等是法宝，觉是佛宝，三宝又具足。三宝三学都在经体上，详细的开导说明
就在这部经上，这个经不长啊，很适合现代人修学。我们要想选择一部经，选择一个法门，不选择这一部，怎么选择哪一部？在这部经里面，世尊就有授记，与《法灭尽经》里面的授记讲法完全相同。佛说将来佛法灭，哪一部经先灭呢？《楞严经》先灭。哪一部经最后灭呢？《无量寿经》最后灭。所有一切经法灭尽了，《无量寿经》还注释一百年。将来《无量寿经》的本子是哪一种本子流传到最后呢？我们现在在想象当中决定是下莲居居士的汇集本。我们怎么敢这样肯定的说呢？现在原译本、汇集本总共九种啊，九种本子摆在我们面前，看看我们喜欢哪个本子吧。九种本子通通看过，我们喜欢这个本子，所以我们才能肯定啊，这个本子是被一切修学净土同学的欢迎啊。所以前人也讲过，没关系居士讲过，给夏老同时代的出家在家的些大德们讲过，大家都有这个看法。最后灭的经典呢，必定是这一部。最后灭，我们想想这个意思。换一句话说，世尊末法九千年当中，真正能得度的，就是这部经典。所以这部经典，我们现在有这个缘分，细细的讲解，跟同学们在一起研究讨论呢。我们要信其教，解其理。理能够透彻的理解，我们才能够落实啊，变成我们的行为啊，在修行呢，能依据这个经典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才能正果，果是往生不退，作佛。同样一个道理，我们要把纲领抓住，在一切时、一切处，不可以忘掉清净平等觉。也就是说，时时刻刻我们有没有想到清净心？我的心清不清净？不清净，就与这个纲领违背了。怎样才能够清净？
要把妄想断掉才清净啊，有妄想就不清净了。这个道理总要清楚。如何能把妄想断掉呢？大家都想断妄想，可是越想断呢，那个妄想越多。好像不想断的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有妄想，他想断妄想，妄想不晓得从哪里跑出来。这种现象很平常，自古以来就有，佛法里叫调举。实在说，你平常并没有留意，你妄想本来就是那么多，现在想定下来了，想静下来了，你才发现了。不是说哦，你用功的时候哦，妄想越用功越多，不是的，本来就是这么多啊，平时没发现，现在发现而已。发现之后，你不必害怕，害怕解决不了问题，你要用功。用功所依据的是经教。那么首先第一步，你可以去研究教理。我们依无量寿经，我们读诵求解，把这个心呢专注在这上面，在功课上面，你妄念暂时就停止了吧。这个是降伏妄念的方法。理论大致上清楚了，有几分信心，也有一点愿力了，这个时候可以念佛。念佛如果退转，如果懈怠，赶紧研究。念佛是行，研究是解，解行相应，相辅相成，用这种方法，我们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愚痴迷惑破除。所以我们今天的念佛堂为什么还要提倡每一天有两小时讲经啊，道理就在此地。如果他有坚定的信愿，读经讲经实在讲没有必要啊。但是智慧没有开，自信不足，还有疑惑，那这个读经讲经就非常重要。那么先前我们同修可以说绝大多数善根福德都不是很具足啊，不能说没有，但是善根福德达不到佛经所讲的水平，因此我们必须
要用方法来增进，来提升，使我们的信心提升，愿力提升，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功夫才能够得力。这个就是解门跟行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啊。即使在戒期念佛的当中，每一天还是要听经两小时，大家在一块共修，利益很多。一个人修行容易懈怠，尤其是习气烦恼深重的人，障碍多，大家在一起是依重靠重，看看别人用功，自己不好意思懈怠。年轻人看到老年人的用功，年岁那么大了还那么精进，自己不敢不认真努力。年岁大的人看到年轻人那么用功，自己时光已经不多了，更能够警惕自己，这个是依重靠重啊。使我们的功夫能够增进，进入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心清净了，过去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讲到这些地方，他做一个比方，你现在在念佛堂念佛，在讲堂听经，有人来告诉你，你家里的房子失火了，烧掉了，这个听经的他如如不动，照听，若无其事，那才叫真的听经啊，才叫真的念佛啊。听说家里房子烧了，心一乱，赶紧跑回去了，这个人晚了。那什么事情要紧呢？戒定慧三学要紧。说老实话，李老这个话说的是没错，真正做到恐怕不容易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考验，你是真学，你是假学。真正这个紧要关头遇到了，才知道你功夫得力不得力。就真正修行人，他的心常清净的，不是说在念佛堂这两个小时清净，离开念佛堂之后又乱了，那有什么用处呢？那没事的时候清净，事情一来就乱掉了。那这个是没有功夫啊。真正有功夫的人，就是在有事的时候，事情来的时候，还是那么镇静，还是一点都不乱，要把念佛堂讲堂所学的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面对一切顺逆境缘上，境
物质环境，语言是人事环境。所以一心不乱呢，不是在念佛堂，不是在讲堂，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一心不乱了，那是功夫成就的。这个人才决定往生。这个人呢，真正把痴暗迷惑破了几分了。这个不要说全破，全破成佛了。能破一两分，那个利益了就无量无边，智慧就现前。所以我们晓得智慧跟痴暗，痴暗是无明的，是一桩事情。痴暗增长，智慧就消失。智慧增长啊，痴暗就消失。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真正的功力是要求智慧天天增长。但是智慧为什么不增长？是愚迷障碍。佛在经典教诲我们的就是破除愚迷的方法。最初方便，佛教我们断恶修善，这是做预备功夫啊。善恶这个理念要清楚，善恶的标准一定要遵从佛的教诲。我们见不到，我们愚痴，佛是圆满智慧的人，他看得清楚。凡是利益自己的是愚痴，不是智慧。凡是有利于众生的，那才叫真的智慧。可是这个利害真正认识明了的人又不多。了凡四训里都讲得好啊。善有真假。有偏圆。圆是圆满的善，偏是不圆满的善。有似是而非的善。几个人能辨别？这要靠智慧了。佛在经教里面跟我们说的很多，可是我们往往把佛的意思错会了。你说我们愚痴真的到了极处啊。经典展开没看清楚，看错了，错会意思了。听经也曲解了，常有的事。为什么
会有这些现象呢？而且这个现象自古以来就很普遍。实在讲，会产生这个现象，我们没有遵从佛的教诲。佛的教诲还是这个老的原则，清净平等觉。这话怎么说呢？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跟我们讲，听经要用什么方法来听。他教导我们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我们没听他立言说相。诸位想想，清净平等觉与哪一个相应？这三句话就与这个三个原则相应了。我们今天听经着相，着了言说相，读经着了文字相，这是第一个不会言。第二个呢，我们着了名字相，名词术语啊，我们没有了解名词术语里面真正的含义，只是着重在表面意思的解释。所以对真实的意思一无所知。开经偈给我们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没有懂得。譬如布施是名字，佛学里头的名词术语，我们听到这一句，看到这两个字，就会想到，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经上讲的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我们纵然学，都学个表皮，不晓得布施真正的意思在哪里。真正的意思是破除我们的烦恼习气，财布施破贪爱，破奸贪；法布施破愚痴，无为布施破恶业。
所以它真正的意义帮助我们成就戒定慧三学。而且布施不能着布施的相，布施不能有布施的念头，才能够断灭于这个痴爱心，才能够令智慧圆满现前。如果说修这个法有心去学，那个心就是障碍。正如同我们念佛，有很多人念佛求一心不乱，他来跟我说，我求一心不乱了，求了好几年了都得不到。我就老实告诉他，我说你一辈子都不会得到。他说为什么呢？一心不乱里头你有障碍。什么障碍？你求一心不乱那个念头是障碍。你这个念头没有了，一心不乱就现前。所以我们有修布施，还有布施的念头在，布施的功德没有了。所得了什么？福德。福德有，功德没有。功德要清净心是功德。你这个修持的方法得不到清净心。所以只得福德，不能得功德。福德不能解决问题，不能破痴爱。功德才能破痴爱，才能帮助你智慧现前。这个要晓得。马明菩萨第三个说，立心原相，那个心才真正清净平等。我们今天读经不是这个读法，听经也不是这个听法，这就难怪了。菩萨罗汉听佛说法，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佛这个经没讲完呢，或者讲了三分之一，或者讲了四分之一，他开悟，他证果。什么原因呢？他懂得方法。正所谓是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许多同修心里面都很恐慌啊，听说什么有灾难。有没有灾难？要以大乘佛法来说呢，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人有灾难，立妄想分别执着的人，迷灾难了不可得，找不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有没有灾难是在自己一念之间呢。一念与自性相应，与虚空法界真相相应，哪来的灾难？一念迷了，不相应了，不必等这些灾难来，自己已经够受了。这些道理实实在在讲，只有大乘经典里面讲的透彻，讲得明白。所以佛经不可不读啊，这是一门大学问。
对我们自己有真实利益，圆满智慧。那么天王所得到的是扑灭一切众生痴难心。这个一切众生怎么讲？他扑灭一切众生痴难心，那我也在一切众生之内啊，我的痴难心他没有把我破灭啊。必须要知道，这个一切众生不是指外面人，一切众生是自己。我们自己的身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众生啊。佛经经上跟我们讲的，那讲的都是归纳，地水火风，这是物质。我们还有精神念头，念头是受想行识，都是众缘和合而生啊。无论是物质的部分、精神的部分，都是众缘和合而生，所以叫一切众生啊。这一切众生是这个意思。能够灭自己这个众生的痴暗心了，智慧圆满透露了，也就有能力帮助其他的众生破迷开悟啊。自己如果没有能够破迷开悟，那又有什么能力帮助别人？这个地方我们总要记住，自己烦恼没有断，往往化身这个化心呢，帮助别人呢，都做错很多事情。自以为是嘛，到后来后果不善现行了，那自己后悔就莫及了。所以帮助别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我们自己对于善恶没有能力辨别清楚，有时候真的会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这个话怎么讲？《了凡四训》里面的这个注解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凡夫看的善，眼前的善，如果现在善，它的后果不善，这不是真善。眼前这个不善呢，后果善，这是善法啊。这个后果有今生有来世啊，今生来世往后生生世世都善，这叫真善，叫大善，圆满的善啊。我们一般凡人没有这个眼光啊，看得很近，看得很浅啊。所以把善恶
搞颠倒了。世间人往往都把眼前的利害看得很重。眼前这个事情对我有利，我得到是善了。眼前这个事情对我不利，对我有害，这不善，没有想到后果。眼前得到名闻利养，得到五欲六尘的享受，说老实话，未必是善。我们想想，富有的人家不知不觉的这种，在生活里面就造的恶业比这个贫穷之家的人多。起心动念都落在贪嗔痴里面。饮食起居都非常讲求啊。哪里晓得那是造业。吃肉杀生啊。贫贱之家生活很艰难，很困苦啊。想吃肉吃不到啊，没有这个能力，他那个念头也就放下了。每一天有一点青菜萝卜就够了，没有妄想了。你看看这两种人，一种人好像是善，那个是过的是生活苦啊，我。但是往来世一看呢，这个人造业多，那人造业少啊。造业多的感的是恶报，造业少的感的是善报。所以往远处一看呢，看法完全就相反。这是个例子。以此类推，我们才真正能够体会到善恶这两个字的意思，博大精微。几个人能够体会到，几个人能够把它做得很圆满。除诸佛菩萨之外，不要说是我们人间，往往看错有了过失，天人都不明，天人比我们聪明多了，都免不了啊。所以经教要深入，古人常讲深解意趣，深入经藏，这都是佛在经上说的。那个经藏不是指大藏经啊，任何一部经论你所选择的，你要深入啊，要深解。你不能深入，不能深解，这个教义不能透彻，你在生活上就没把法子落实，往往把它用错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不能不谨慎，唯恐自己做错事情，做错那个因果，绝对没有方法避免。无意做错事情，还是有果报。
不能说无义就没有果报了，没这个道理。无义尚且有果报，何况是有义？所以这一句里头，越想意思就越深，越观察越广大。不能轻易度过。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现在是这个情形。要用什么方法帮助自己断贪嗔痴，成就自己戒定慧三学。无量寿经是个很好的教科书，细心的去参究，努力去实行，可以避免我们的过失，帮助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所以常常有这个念头，我决定求生净土，这个世间事情啊，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何必去认真呢？这个世间样样认真的话，把我们往生的大事耽误掉。如果没有很大的不善的影响，都可以得过且过了。除非影响很大，必须有一个断然解决的方法。能够把不好的影响减少、减低，善的、好的影响，我们要帮助它扩大。从这些大原则、大前提上去思考，就能够免除许多过失。这里头真正根本的因素，就是要把自己舍弃掉。如果以自己为本位，好事也变成坏事，念念想一切众生，念念想正法九住，这种思想跟佛菩萨的思想接近，佛知佛见，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注意，去学习。下面第四句，庄严主天王得示现无边愿意身解脱门。他这个法门呢，我们现在正用得上。无边愿意身是指的什么呢？清凉大师的小注里头说，他说凡身微妙，故云愿意；应变十方，故云无边。
诸位细细想想，这个月一生呢，遍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听到都能够欢喜，无过于南无阿弥陀佛。我过去在美国，在加拿大念这一句佛的名号啊，尤其我们带这个念佛机啊，放了之后，那些外国人听到都欢喜。哎，他说你这个音乐从哪里来的呀？哎，他听得欢喜啊，他说这个音乐听起来心里面呢很安静啊，很快乐。所以我们念佛机就送给他了，他欢喜。没有接触过佛法了，听到这个声音的悦耳，听到这个声音，心能够平静下来，他就有这个感受。一切法从心想生的，那么现在许多同修都关心到眼前的灾难，我劝导人，也听到有一些人呢是这样的劝导，要培养欢喜心。决定不要生烦恼心啊！为什么呢？这磁场不好，所以叫你常常啊生欢喜心，想欢喜的事情，保住你的理智，这是一个在不好磁场里面保护自己磁场的一个好方法啊！所以对自己、对别人啊，对别人。常常想别人的好事，常常想别人的长处，不要想别人的恶事恶行，不要去想他，让自己真正生活在至善美好的气氛里。中国人讲气氛，外国人讲磁场。念念是善心，行行是善行。这个佛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心善、行善，就能够抗拒这个不好的磁场。能改善我们自己的环境，所谓是境随心转了。那么这个现象，在佛法里面讲共业所感，科学家里面讲这个现象是自然形成的，大概2000多年呢，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出现。可是在历史上，每逢有这种现象出现呢，这个地球上都会发生很多灾难。而也正好如是啊，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众生呢，恶业在增长。那么这个天象跟人的心行究竟有没有关系？你说没有关系，为什么碰得这么巧呢？巧合一次两次巧合，为什么常常有这种巧合事情呢？史学家就追踪过去
2000年前，这种现象出现，这个世界上有大灾变。再往上再推究，这个几万年前也遇到这个现象，好像地球上也出了麻烦。大洪水。从前这些恐龙，许许多多古代的生物，突然之间灭亡。所以这巧合的事情，说巧合也很勉强。佛法里面没有讲巧合，佛法里面讲的是业感。佛法说的理太深了，真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才能够了解这些事实的真相。佛展现出智慧给我们看，帮助我们升起信心。实在说，佛要度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大可以跟其他宗教的那些神明一样啊，简简单单说几个方法就足够了，哪里要说这么多的经论呢？今天大家都知道，就算是佛教是宗教吧，佛教的经典也是其他任何宗教望尘莫及的，经论太丰富了。佛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在我的想象当中啊，佛是展现他的智慧给我们看的。你们有没有能力讲这么多经教？没有人能够相比。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能在一生当中，而且时间不长，49年当中，说出这么多的经论，大概释迦牟尼佛第一人，再找不到第二个。我想这是叫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升起信心，相信释迦牟尼佛究竟圆满的智慧。我们能肯定，能深信不疑，他的话我们才相信，我们才能够依教奉行。而实际上，流传到现在，这些经论并不是完整的。在这个2000多年当中，不知道丧失了多少。古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印度高僧到中国带来的典籍分量都不多。我们知道古时候佛经是用贝叶写的，贝多罗的树叶，那个树叶有一点像香蕉树的树叶一样，他把它裁成长条，两边打洞，用线穿起来。通常一片树叶里面只写4行，顶多写6行。你知道这一部经典是多大分量？所以典籍实在讲太丰富了。
到中国来的这些法师，或者中国法师到印度去取经，带回来的，总是在那边挑了又挑，是选了又选。为什么太多了带不走啊？只好选最好的精华的，这才带到中国来。带到中国来是佛经里头的精华，不是全部啊。精华的部分现在我们看到都这么大的分量了，如果是全部那还得了吗？总比我们现在大藏经要多上好多倍。要不是真正究竟圆满智慧，怎么能说得出来？所以佛是展现这个样子给我们看了，让我们生起信心。真正对佛有信心，那么佛在大集经里面讲的这些话我们要记住。佛说的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释迦牟尼佛的预言。我们现在生在末法时期，采取净土教来修学，就是遵循释迦牟尼佛的指示。我们取这个法门啊，下莲居老居士不是普通人，这是个再来人，为我们汇集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善本，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所以古时候多半都是依靠阿弥陀经，依靠无量寿经修学的，在历史上记载，我们知道东晋远公大师，依靠观无量寿经修学的天台智者大师，都是少数人，大部分都是依靠阿弥陀经，以阿弥陀经为主啊。那么下莲居老居士为什么要汇集？我们要想想到底在哪里。在现在这个时代，伦理道德逐渐逐渐淡薄了，思想趋于民主自由开放，如果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很难说服现代人，现代人不太容易接受啊。弥陀经虽然好啊，现代年轻人接受困难。现代人必须理事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听了才会点头，才会跟你学习。而无量寿经说理，无量寿经里面讲西方极乐世界，
形成的经过，也就是极乐世界的历史、极乐世界的缘起、极乐世界的来源、极乐世界的造成啊，极乐世界里面所造的事业，怎样帮助人成就，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无量寿经是不能不会记啊。夏老居士来干这个事情。这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没人知道。但是绝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做不出来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讯息是在迈阿密。曾宪伟居士请我到迈阿密去弘法。我原本准备在那边讲地藏经大义。结果一看听众里面差不多有一半呢是美国人。曾居士现场给我翻译。我看到那个情形，我临时把题目改了。地藏经大义不讲，讲认识佛教。各位现在看到认识佛教这个小本子，就是在迈阿密讲的。因为那么多外国人，首先要让他了解这个佛教的是什么，我觉得比讲地藏经更需要。而这个听众里面这些外国人有两三位有特异功能，这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在佛法里面讲有神通，有这个能力的，是当地的美国人。他这些神通怎么来的也跟我说过，他们是从修禅定里面得来的。从哪里学来的？从越南越战期间当中，他们有这个缘分，也是在战争躲藏在这个越南的寺庙里，老和尚教他修禅定，这个也是个人因缘不一样啊。他在这个地方神通现前，我去的时候带了黄念祖老居士注解的无量寿经，前面呢有下联句的照片，就是这张照片。这些人一看到这个照片非常惊讶。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这个身体透明的。人没有见过。从照片上看说这个人身体透明的。跟一般人不一样。而且说了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了。没有人介绍，没有人讲给他听的。他就看这张照片讲这个状况讲的都符合。说他在世并不很出名。他的影响力很大。说他是再来人。但是究竟是什么菩萨什么佛他不知道。肯定是再来人。
这是我第一次从外国人口吻里面听到的讯息。以后我在北京见到这个黄念老，黄念老也提示，但是没有细说。他跟我讲，现在还不到时候。那什么时候到时候呢？详细告诉我了，他已经往生了。就肯定啊，夏老居士，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菩萨再来的，不是普通人呐、普通人做不了这桩事情啊！你看看宋朝，这个王龙书居士，发心做这个事情做得不圆满，没做好，如果真的做好了，夏老就不必再做了。清朝末年，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发心做，也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好。这个两位都是大佛学家了，通宗通教，对于净宗啊，真正的修学都没有办法做好，所以这个事情。只有佛菩萨再来才能把它做得这么完善所以在今天无边愿一生，我们就肯定是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在无量寿经里面称之为妙音所以我们以持名念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经最后一章告诉我，那也是为我们受记，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圆满了，到他方世界去做佛，都叫妙音如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皈依都用妙音的法名，都用这个名称妙音就是念阿弥陀佛的音声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听到这个音声都能生欢喜心所以诸位牢牢地抓住这个名号老实念佛这个灾难当中可以免除，可以得度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